金曲。享受美好的时光，心情多开朗，尽情的唱，唱到你轻松快乐，尽情的唱，唱到你轻松快乐。真的真的，谢谢老师，是我们国宝级的歌声。谁敢开口啊？今天谁敢来唱歌吗？真的真的，安青雨也是，安青雨也是周族小精灵之称。没有，我看到老师，我已经闭嘴了。其实是，我觉得这是一种享受，真的真的听老师唱歌是一种享受。两位唱将在这边，我想今天观众有福了。是，今天马上就要进行我们的生日开动舞。两队看提示 PK 猜歌名，抢答者需站在 K 歌舞台猜出歌名，并演唱该首歌曲，至少要唱对两句才可算过关哦。谁是 K 歌王？我是 K 歌王。我讲，今天观众对我的期待很高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派了一个这么厉害的老师来对决我，我压力好大。演艺圈也是有辈分伦理，如果你赢了老师，你觉得你会怎么样？他不可能，你不要回答，你不要问他这个问题，不可能。他可以赢得了他。今天放在那边，昨天的剩饭便当盒，我全部都吃下去。哎呦！哎呦！比就知道了，好吗？输掉我就把它吃掉。好。我就喜欢你这样子的个性笑。这边彤彤队今天一定要加油，我们信心满满，好不好？第一组请就位，彤彤加油！不用了，不用搞这一招了，严浩没有用了，先礼后兵嘛，很奸诈哎。请问你刚才这个握手的意思是？其实你腿很长。我觉得对他完全没有压力。是不是？请就位。第一题的题目是。好简单，彤彤请退回来。点呢？来，姚元浩，请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《小虎队青苹果乐园》。耶！怎么？告诉我，往生的街巷热情喊 ，I love you， 走出角落的黑暗 ，Don't you know， 给我全部的爱 ，I need you， 安慰我的不安，跟着我继续摇摆。答对 ，yes， 再组请就位。哎呦，两位都是会唱歌的。哎呦，你哎，道远面对美女安心云，再也忍不住失控的行为让。来，再组请就位。哎呦，两位都是会唱歌的。哎呦，你哎，哎哎哎，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。没有，道远，我觉得你刚刚那个。这样接起来的时候，好像在闻松露哦。来，
今天下来这一题的题目会是什么呢？来，是小安加油啊！你要小心一点啊，不要碰撞。哎呦，哎呦，穿高跟鞋的靠山，这是什么歌啊？来，李小璐是谁啊？我知道这个，这是非常的经典哦。这个好像有点，就是那个，这应该是个 rap 的歌。打喷嚏哦，答对。我们大家都非常好奇的，怎么唱？上个星期有一位查理留下了他的双亲，他一定要同意，允许他成年礼。还有一位就是那小气小气，也对我提出威胁，非要我爱情转移，要和他在一起。就位，这是一场爱成自己的战争。志炫老师在我的心里，就像我今天如已经对到歌神一样的意思。谢谢。所以今天我可能会故意让我多唱几首，不然这样就会显得我胜之不放过我。老师，你不要理他，油嘴滑舌。他的意思我翻译一下，就是。就算我真的赢了，也是他让我的。我没有这个意思，你是这个意思？不是。你在自己找借口。重金礼聘来的，观众要听他的歌声。你不要越描越黑，听我的感觉。来，紧接着下来，这一题的题目是：老师加油！老师，爱成仙的。爱晨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？烟花易冷。啊？什么？烟花易冷。哎呦，答对。怎么唱？我来一趴 jazz 的哈。爱成啊，难得灯光美气氛佳的舞台给你展现歌喉，结果你居然给我破音假走音，吼，不是我要讲了，实在是有够的浪灿啦。雨纷纷，旧故里走深，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，斑驳的城门盘踞着老树根，时光烧回荡的是在等，雨纷纷，旧故里草木深，我听闻你仍守着孤城，城郊牧笛声落在那座野村，缘分落地生根是我们。哎呦恭喜爱晨，还好的答对。基本上不错哈，对，基本上听完他唱之后呢，我决定上去再唱一次。爱成啊，我敢保证这下你肯定是糗大了，谁叫你敢在关公面前耍大刀，这下关公志炫老师要出声，你还不快点滚到一旁听歌去。雨纷纷，旧故里草木深，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，斑驳的城门盘踞着旧故里草木深，
一位，下一位是谁？下一位。下一组请就位。哎，真好听哦，听到我的冷汗都出来了。当志炫老师开口第二句，艾辰就这样，发抖了，发抖。来，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会是什么呢？讨厌你。哎，今天怎么会是你们两个对决？对呀，是啊，奇怪了。可以这样长腿的。对，你也在后知后觉。有啊，为了公平起见，等一下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老师就直接站这边。哦，那会不会比较公平？哎呦，哦，好不好？元浩，你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哎呦，他接受啊，我接受啊。彤彤这么可爱，一定要接受的。对呀。哇哇，谢谢。哎。对，我也接受。来，紧接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彤彤也请过来，彤彤请过来，哎呦，我要哭了。姚元浩 ，OK， 请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名是《没时间》。哎呦，哎呦，没时间，请问怎么？没时间，我没时间，没时间，我没时间，我没时间。一瞬间来到夏天 ，Summer， 一笔写，又转了一圈，今天终于出现，转变，没时间像昨天，就是个爱情那张褪色照片。这题的题目会是什么呢？道远加油！加油！不要给他唱！拜托拜托！哟，这谁？这是台语吗？我不是你那个什么？你那个什么？啊，那个，我不是你那个打错人。打错人，答对，答错了，是乡音跑出来的，我不小心那个原住民的口音出来了，打错了，打错了，打错了，是的，请问怎么唱到底？对你说打错了，我不是你那个什么，你想找的那个，就算我跟他同名同姓又如何？怎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是否难耐寂寞？哦，你到底是谁，总是阴差阳错擦过我的耳朵。哦耶，今天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一次。哦 my god， 哎，等一下，真的好，哎，待会儿呢，你先想清楚，反正呢，如果是你上台的话，我后面就会再把你唱过的歌再唱。所以呢，你要上去之前呢，先考虑一下。面对来宾林志炫的，你先想清楚，反正呢，如果是你上台的话，我后面就会再把你唱过的歌再唱。所以呢，你要上去之前呢，先考虑一下。我跟你讲，你还是不要唱了。我们有这样的时间吗？不可能啦！他第一次这么没有信心，不敢唱哎。来，紧接着下来这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耶耶耶什么耶？因为我在想说，他如果会唱的话，就真的让他上。没有，他音乐造诣没有这么强啊。老师，你先唱。你唱唱看，我考虑要不要再上来唱。可以，我考虑。你要唱老师的 key 哦。志炫老师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呢？这首歌基本上是送分题啊。哦，这首歌是我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，叫《散了吧》。
散了吧。请问怎么唱？散了吧，忍了吧，算了吧，放了吧，该原谅，该潇洒，别回想，别留下。可惜连我的心都不听话，可怜受伤的爱还想挣扎，痛不怕，心不假。是答对，这首歌应该赢得正大光明嘛？我没有威胁，没有，没问题的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接下来下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来，那你站在这里啊？你这样直接站上去算了。不要，我不管，我要在这边。不行啊，这没有办法，你还是站这里好。对，你不要曾经牵我的手啦。你站这里，站这里。不要。有志气啊！来，一、二，加入彤彤，加入彤彤。来，彤彤，请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啊，对面女孩看过来。彤彤，请问你要怎么唱？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看过来。Yes， 下一组请就位，导演要加油了哈！这场我就来得个分。哇塞！今天有会的，而且还有点面子。林导演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卢广仲的《我爱你》。请问怎么唱？太阳公公出来了，他对我呀笑啊笑，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曾经在我眼前，却又消失不见，这是今天的地。答对，今天我们刚才已经讲了，今天如果您能够胜老师的话，你赢了。我把昨天今天的便当我一个人全部吃进去这里，这样好吗？如果你输了，待会我可以看到的就是他在你的这里。所以今天其实已经变成是阿庞跟爱成的 PK 了。快点啦，你快点啦！来，最后一题的题目是什么呢？老师加油！一、二、三，耶！我以为我们会两个同时，爱成不可能会唱，何必又何必，何必再相见？再想你，何必相见？来，爱成，请来这边，请就位。志炫老师，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？这首是苏芮原唱的《心痛的感觉》。哎呦，这个真的没听过哎。对，我也是真的哈。老师，你有没有年轻呢？这，我告诉自己。
又何必何必再想你啊，这一份冷漠的掩盖了我心痛的感觉，他竟是试看看吗？我要上台去唱吗？你要试试看吗？反正我都要吃收掉的便当了，也可以挣扎一下。哎呦！啊！我告诉自己，爱情已远去，何必又何必，何必再想你？真的唱的实在是太好了，恭喜，真的是太好了，太好到我们都觉得你都饿了，来，哇塞，这是什么时候？怎么回事啊？这个我告诉你，今天老师来，我们的除了是竞赛以外，也要让爱晨知道，其实歌啊，点到为止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便当还是得要吃。爱晨如果吃完这个之后，肯定要改成胃痛的感觉，好恐怖啊！赛事不错，各位还没有跟全国观众朋友宣布一下今天两队的成绩，在这边报告一下，我们的统统队的成绩是4分，元浩队的成绩是5分，所以今天元浩队就是我们的 K 歌王，掌声鼓励。继续老师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，就是没离开过，坠入爱